觉得除了视觉不可以不用跟别人穿一样的背心之外，这边直接副乳收起来，然后它弹性超级好，就是不会让你副乳露出来，然后背影也好看。这一件呢，今天直接里面有带 bra， 而且它的 bra 可以拆。另外呢，里面呢是可大概一公分的衬垫，所以呢，不论你是比较丰满，想要很丰满的，或者是你不够丰满，好，它呢都可以驾驭。再来呢，这件衣服很弹，很弹，里面都不要再穿任何的内衣，一样有分三个尺寸给大家。而且你看这个肩带，每个地方都是弹的，那我们就多加了一个线条。我觉得第一个设计感跟视觉感提升了之外呢，帮大家也把你最害怕的地方遮住了，而且呢可以穿出不同感觉的小背心的款式哦。然后白色的话也不太会透什么罩杯，还好，我真的觉得不太透，所以呢你喜欢黑白色，我觉得这个我也是包色。